第三市多解羌佛办公室第十七号公告，在第三市多解羌佛获得马丁路德金国际服务及领袖奖的第三天，即2011年1月19日，美国首都华盛顿市葛瑞市长正式宣布2011年1月19日为第三市多解羌佛日，并号召大家向第三市多解羌佛致敬。这是伟大至高的第三市多解羌佛日，因此是我们佛教徒极大的荣耀。由于这是此世界上唯一的政府颁布的佛陀之日，所以办公室决定自2012年起，在每年的1月19日当天，所有寺庙、道场、机构、文法典都将在各自所在的地方首先闻受到稀有法印一盘，然后举行放生活动，或举行赈灾救济活动，或各自组织表演节目等，以为祝贺庆祝纪念第三世多解羌佛日，以示恭敬佛陀十方诸佛。特此公告，第三世多解羌佛办公室2011年1月23日